Hello, guys！ 看起来很好吃吧？这真的超好吃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礼拜三，然后我很少礼拜三的时候开始录影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要吃我很喜欢吃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，给你们看。我刚刚订的那个海胆到了，然后我不想要浪费，所以我现在想要马上先吃一下。我这边有那个紫苏的叶子，然后白饭，然后酱油，跟很重要的海苔，还有对焦吗？棒！我先直接来吃一口。我要吃咯。超级好吃的。它整个这样融化。台，然后我垫个那个紫苏小叶子。拍张照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那种每次去寿司店一定会点，大家都说很浪费钱的那个虾软，还有海胆，然后炙烧鲑鱼，比目鱼鳍边，然后大概就这样，然后我就一直重复一直点这些东西。最近真的太久没有出去吃日本料理，所以。这是那个日本的紫苏叶，跟那个我平常买的那个韩国的那种 Perilla leaf 的味道蛮不一样的，真的好甜哦！你要吃一口吗？哇，那我想留一点点，我明天中午想要做个荞麦面，然后拉一点海胆在上面，但是我现在吃的速度感觉有点快。好吧，我只好我留下来它，我明天中午再吃。还是我要留吗？只剩下酱了，留剩下一点点，明天中午吃。好，明天中午吃，哇、哦，很好吃。好，我吃完了，拜拜，记录完毕。这是那个紫苏叶海苔，哇，哇塞！然后这个是我在日本超市买的那种冷面的酱汁，我随便买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。看到了吗？
先偷吃一口海胆，硬要第一口还是海胆。嗯，看这一口，吃咯。芥末，好，大家，那我现在要继续享用我的海胆荞麦面，我那盒海胆就这样快速被我用完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周末真正的 weekend vlog 见，拜拜。我回家了，我的脸。我去洗澡，拜拜。我现在要来做我的早餐，早午餐。今天早餐吃那个鸡肉大叔的，可是这个是 bagel 的。洛梨。我要加这个辣酱，姜，镜 take 一下，嗯，第二块。哇，这辣酱其实还蛮辣的，看我嘴唇有肿的，嗯，吃完了。嗨，大家，现在是下午的1:07，我现在已经化好妆，要准备来录那个植村秀唇膏的试色影片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用那个1028的那个纤长睫毛膏，之前很多人推荐我，今天效果很好，欸，就是它很长，你们看到吗？谢谢大家推荐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录影片，然后录完之后就可以来好好享受我的周末了。我现在刚录完影片，然后我想要来叫个外送。有一家珍珠奶茶店的某一个饮料，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喝喝看，所以这个好像其实台湾也有，哎，欸，叫 Rabbit Rabbit。我之前其实喝过一次他的某一个茶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我一直很想喝他的那个算招牌吗，叫 Buckwheat Milk Tea， 应该就是那种荞麦茶，
所以我很想喝喝看。这个周末我想说要放自己一个小小的假，我想要花比较多时间在就是看一些我一直很想看的小说，然后一直都找不到时间把它看完，或是看一些影集，或是就是你知道放松，就是看一些想看的东西。啊，我刚刚收到了我的 Wii， 就是那个生鲜蔬果宅配，我这边有两箱。我这一般买了蛮多水果的，最近好喜欢吃水果。买了一袋小黄瓜，我最近很喜欢吃小黄瓜。花椰菜，然后我买了两颗哈密瓜，然后一包那个豆苗，然后我还买了一盒水梨。我觉得这个水梨很好吃，我在 Wee 上买的，然后它有时候都会打折。哦，这个很重。哦，一箱芒果，去年也买了这个肯特芒果，然后去年的超级好吃，所以我今年就再来买买看。买了新的一罐酱油，因为我很常就是腌东西，卤东西。买了一包薏仁米，很小包的台湾紫米，我想要来做紫米饭。然后这是早餐很爱吃的自然的盐，然后糖，我上次那一包糖已经用完了。辣豆瓣酱是台湾的哟，还买了一个这个黑糖姜母茶。我好像礼拜二还礼拜三的时候阿月来，今天礼拜六，然后就想说那时候肚子就有点闷闷的，想说想喝一杯，可是今天已经礼拜六，然后我肚子不闷了，但就是下次阿月来的时候可以喝。看评论说这个很好喝，就是很真材实料，它里面是一块一块分开包装的，所以你不用怕说你拆开就是弄到别的。它的成分就是黑糖跟老姜而已，这好像是说是九份的。然后呢，我又买了一包红豆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趁时间还够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到冰箱。我大概饮料好像还有大概15分钟就要来了，饮料来了，将，所以我要把它装到那个我自己的杯子里面。哇，满出来。我自己加了冰块之后整个变那么大一杯，满满的。我今天是叫半糖，我觉得好甜哦，可不知道什么，这感觉有一种就很像很甜的牛奶，可是它珍珠蛮好吃的。然后看Now. 我先要来弄我的下午茶的水果，现在家里有超多水果，我要来弄一个水梨，然后两个奇异果。水梨跟奇异果，天，这两只想要吃水果的，奶奶，娜娜，娜娜，哎，露你在干嘛？哎，露超好笑，他有一种不知道在干嘛的感觉，哦。
我现在要来做那个绿豆汤，然后我刚刚趁打扫还有煮那个牛肉的时候，我把一些绿豆洗好，然后冰冻在冷冻库。听说这样子的话，绿豆比较容易开花。然后我要来剥我刚刚煮的一些蛋，就是晚一点要丢进去那个牛腱里面一起卤。然后我现在这边在看《Grey's Anatomy》，实习医生，我就是边看影集然后边来剥蛋。这边在卤牛肉，然后这里在煮绿豆汤。Come on, 你要铺。我们娜娜来了，娜娜还闻，因为水果在那边，已经吃完了。你好香耶。欸，你看娜娜表情，好像她眼睛真的好大了。分开，卢。哎，卢也在闻。今天的晚餐是 Hello Guys， 我好像还没有在 Vlog 里面分享过 Hello Guys。然后这是它的薯条，我们最近发现它薯条很好吃，它薯条感觉是有用，感觉是有糖吗？它有一个甜甜的味道，有这种。算是拼盘吗？它里面就是有生菜，然后有肉，然后也有饭，然后还有这个 pita bread。 你知道为什么很好吃吗？它最好吃的就是它的 hot sauce， 这个辣酱真的是，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。然后它也会给白酱，然后这两个加一起就是超好吃。我之前去现场的时候，大概我都会跟他说我想要3到4条那个辣酱。如果你第一次吃的话，就是先不要要太多。然后一般他这种外带的话，都是附一包红酱，然后会给你2包白酱。它分量其实蛮大的，我一般就是在店内叫的时候都是叫 small， 可是现在来的都是他一般店内的那种 regular size。他的饭是这个颜色的。我觉得它的这个牛肉超好吃的，然后我的宝贝红酱，好，晚餐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一个比较不辣的，酱。然后拿这个 pita bread， 今天的这个比上次好吃，上次是饮料。那有啊。哎，录个表情。哎，露你的表情。哎啦。我
洗完澡了，现在是晚上的9:27。嘿，我其实本来没有要洗头的，因为我今天早上才洗，结果刚刚进去洗澡直接忘了，电风头直接就从那个头上冲下来。被你发现了，我想要来吃冰淇淋。这是最近很喜欢的冰淇淋，是 Jenny's 的 Darkest Chocolate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10:33。来来来，我来喝今天的拿铁。嗯，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喝拿铁了。今天是礼拜天，然后因为这个周末我就是想要比较休闲一点。我昨天看那个《Grey's Anatomy》到凌晨，好像3点多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看一个影集到这么晚。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。我现在正在煮那个紫米饭，因为我今天中午想要做紫米饭团。今天我有一个影片要剪，就是昨天录的那个讲话片段的影片，我要稍微把它剪好。然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。我想要趁今天下午再开始来找一本那种悬疑小说来看。我应该会看有一本小说，我找找看它的名字叫什么。我看一下哦。这本书就是感觉评价很好，叫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， 是2004年的书。这本评价很好，也是等我看了之后再跟你们说，我觉得好不好看。好，好。那我现在要来剪一下我的影片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来做饭团。紫米饭开箱，加！哇！欸，感觉超成功的耶！看，这是我昨天卤的卤蛋，我来切一半。哇，娜娜你干嘛？我现在要来包饭团了。这是我的紫米饭，然后这是一个我唯一一个比较接近类似辣萝卜的东西，它里面有豆豉跟辣椒，然后我这边放了一些小黄瓜丝，然后这是鲔鱼。这是肉松，然后还有我的卤蛋、紫米。你看好逼真哦，对我的好像没有很黏，它一直有一种要爆开的感觉，所以我要让它定型一下。
饭团超大，很难包哎。这是我的，我好像做我好像比较大哎。我们的双饭团，你看我的比较大 can， 这样来吃我的饭团，先拍给我妈看。Okay. 你们看，好，我觉得有卤蛋很加分。可是我自己这个饭团好像饭有点多，你看，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就没有那些那个油条啊什么什么，就是我觉得我们下次要多弄一些配料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做紫米饭，其实那个华人超市有卖油条，下次可以买回来用自己做。哇！还不错啊。哦，你在 dinner party， 我觉得有卤蛋真是太好吃了。现在是3:15，我今天对焦很快，我要来弄我们的下午茶，今天吃绿豆汤，后腿。哇，好可怕。我今天要做的是绿豆沙珍珠加牛奶，然后这是我之前的那种微波的珍珠，黑糖珍珠。然后这是我昨天做的那个绿豆，哇，粗吸管，姜，我要喝喝看咯。太好喝了，我觉得自己做饮料的那个满足感真的是远大于昨天我喝的那杯饮料。我们的下午茶，这是木瓜，然后这是我的有加珍珠的，然后这是绿豆牛奶。
大家，现在是晚上的6:49，然后我现在要来做晚餐。今天晚餐很简单，我其实打算饭就是吃今天中午的紫米饭剩下的，然后蛋白质的部分我打算就是用今天早上卤好的那个牛腱，然后切一些牛腱牛筋，然后搭配小黄瓜，然后可能炒两个蔬菜。好，所以应该不会花太多时间，我大概就只要切一切，然后炒一炒就好了。瓜两根，我最近好常吃小黄瓜。给你们看，哇，叮，很漂亮吧？来吃，嗯。嗯，好吃。嗯，炒牛肉，就随便把它铺上来，这真的很好吃。酱油，看起来很好吃吧？这真的超好吃，就那个酱汁很简单。好。好，我的晚餐完成了。这是刚刚炒的那个，应该是高丽菜跟虾子，然后这个是豆苗，大豆苗，然后这是刚刚做的那个牛腱牛筋跟小黄瓜，然后这是今天中午吃剩的紫米饭，这个是我前几天腌的苦瓜一直忘记吃，然后这是两颗卤蛋。好，可以吃晚餐了。是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的牛肉真的不一样，跟上次的那个就真的有差。嗯，牛腱、牛筋跟小黄瓜。嗯，我的牛腱有自己习惯的牌子，然后那天我就没有买到，我就买了另外一个牌子，然后就觉得卤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好吃。然后今天我又换回来，就是我平常喜欢的那个牛腱。紫米饭好漂亮。嗯，这次卤的好像没有上次颜色那么深。嗯，放音乐了。叮，大豆苗。那我们自拍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卢在这里，我们三个人。哇，娜娜怎么走了？哎，卢剩我们两个了。哎，卢，啊，娜娜又走了，走吧。Speaking of losers, there's Josh. Look, he's wearing Kmart shoes because his family's poor. Come on, y'all! What you want? God damn it! Stories. How is Rigor?
嗯，哇，好甜哦，奇异果。嗯，现在是晚上的9:41。我发现我很久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切点水果，然后坐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。最近真的有超多好吃的水果，你看我家现在有，两颗，那是哈密瓜吧，香瓜还是哈密瓜，然后还有水梨，然后还有一箱芒果在这里，然后还有还剩两颗奇异果，超多好吃的水果可以吃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 Weekend Vlog， 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